驾了一个小时多的车，终于来到了一个休息站。这休息站是一个国大伯乐去古大的路上的一个休息站。这里是一个森林保护区，然后他就做了一个休息站在这里，然后有厕所跟卖零食的地方。我看那边有写 You are here， 你看他说我们现在在那个狗的耳朵的那个点那边。这边有卖很多土产狗肉包，这个一大片的肉，你像纸啊，就是很是很好吃下的哦。这肯定就是古大花生哎。每一间店卖的东西都差不多一样的。这边有卖饮料、雪糕，还有一些辣汤。马来人过年出游是很难找东西吃，然后我们现在去了一个店，然后就叫了炒面，随便吃啦。老板说在外面吃东西叫炒面是最安全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们来到了这个新和物，我们今天晚上会在这里住一个晚上哦。我们带了什么东西来？把车后箱挤得满满的。去我们住的地方看一下，这是我们要住的地方。外面有三张很普通的 plastic 椅子，一进来就是两个床，一个单人床，一个双人床。然后最重要的是冷气，因为这里真的好热。有插头咯，有两个插头，这边还有多一个插头够了。看一下厕所，诶，厕所还算大，厕所是这样的，诶，竟然有沐浴露诶，有热水器，还有个好像洗衣机的东西。Hello， 哎，有吹风筒哦，不错不错。这种有效就不用。老板们订的这个房间多少钱？180。但是没有厨房，就是一个床，哎，两个床啦。我们三个人住。外面就是这样的。超级蓝的美丽的大海，一望无际的，它的海真的是很美哦。Gobi， 你的狗粮哎，猫粮哎，那边有一个井哦，嗯，它有在那做东西的，它讲井来的那边，然后面那边可以，它讲有个厨房了，可以共用，很简陋啊。是 Aggie 耶 ，Hello Aggie，Hi， 哇，漂亮哦，漂亮，美。
阳快要下山咯，现在我们也是肚子饿了，煲热水，准备要泡一点点面吃，然后等下晚上我们再来烤肉。来来来，过来有吃的哦，有给你带好吃的哦，吃烤好吃的猫饼哦，你下来先。你不要太多一点，它吃饱了它走掉哦。很多只。哇，好像很喜欢人家摸它这样。喵喵，哎，不要冲我，慢叫哦。来看镜头，看镜头，嗨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叫小老虎吗？你叫喵。肚子饿了，先吃个面，等下再烤肉。的明皇哥老板娘亲自下厨，哇，这个高难度哎！哎呀，美味的台湾香肠，酸你，会酸你，我在开始剥蒜你，黑台湾香肠。喂喂，还有我的，欢迎你啊。哎，现在要开始烤五花肉。好棒，好棒，你好。